我就跟导演说，如果真的票房破亿，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剧的那个版权卖给那个爱情动作片，然后或者我们就来拍一个爱情动作片版的东西。我真的不行，我真的不行，我宁愿公开我男朋友的照片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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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这比较合理吧。不是破亿，为什么要为难女主角？破亿就是要为难女主角。对啊，因为真的吗？因为通常大家都会裸泳啊。过我觉得你一个人坐在那个电影院里面看头戏，比你裸泳要来的精致。我就跟导演说，如果真的票房破亿，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剧的那个版权卖给那个爱情动作片，然后或者我们就来拍一个爱情动作片版的东西。我真的不行。我真的不行，我宁愿公开我男朋友的照片。完了，我还想说这个女朋友怎么会这么……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真的可能清明连假5天就达成了。对呀，哎，现在还没上映就已经卖了。我未上映就已经300万票房了。对呀，破亿耶！现在300万亿是什么概念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可能清明连假4月5号就破亿了。真的有4天。还是一个人看好了。不行啊，一个人看那不行。好了，出卖男友了啦。公开男友照片，那我不能叫他跟我一起看吗？然后再公开照片也不行啊。不是，就是你们一起现身包场就可以公开啦。对啊，他还是可以戴口罩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他也可以戴眼罩。他也可以当黑面人，OK。他可以戴蝙蝠侠。可以。可以，我这样点不行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不行啦，不行啦，不，哦，不拿特效，他不能公开。不是，你可以公开，然后你再把他脸上做特效就好。对啊，对啊，就侧脸就好。嗯，没有，大家不想看啊，我们想没有，不想看。对，哈哈哈哈哈。不行，你们是媒体。没有，我知道破亿的话，我就努力瘦10公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